我是1952年高中毕业，我们的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。那个时候啊，我们国家要建立一个工业化的国家，最缺的是矿产资源和能源。国家号召年轻的学子们，你们应该去唤醒沉睡的高山，让他们献出无尽的宝藏。那句话深深打动了我。我是参加了全国第一次全国的统考，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去做，但是我必须考地质，去找矿。我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要找矿。就在我做研究生的时候，世界上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件，那是1957年10月，苏联发射了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，拉开了人类的空间时代到来的帷幕。紧接着1958年，苏联和美国他们上月球了，60年去火星，61年苏联的加加林上天了。这么快的发展呢，我就觉得哎呀，发射卫星，我搞地质，我就像一只小蚂蚁在地球上爬来爬去找矿，人家有卫星绕着地球转几圈一下就搞清楚了。我坚信我们国家一定也会走这条路。我那个时候很年轻啊，我说我们能不能为我们中国空间时代的到来做一点准备。有一个重大的问题，为什么要去月亮？到月亮干什么？为什么要去搞火星？他们到底为什么？我说行，我来了解这些问题。我们又去不了月亮，去不了火星，那怎么办呢？幸好天上会掉下东西来。1976年，我们中国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，吉林陨石雨降落。我们整个研究了不到1年，发表了100多篇文章。现在吉林陨石的它的整套的研究已经成为世界上研究陨石的典范了。有了这个经验以后，陆陆续续积累了很多的资料。我从1958年这样慢慢准备，到1993年，35年的准备了。我觉得我们国家有实力了，我们一定要冲出地球，所以我们策划中国的月球探测。我们有一个要求，凡是别人做过的，我们中国再去做，在别人后面做，我一定要比你好。第二，我总有几件事情你们谁从来都没做过的，我要开头做。当时我们把第一期的主要的目标说了一下，问我们要花多少钱，我们也精细地做过预算，是14亿人民币，刚好北京市在宣布新修地铁线路，每一公里的造价7个亿。所以我就说，中国人第一次离开地球去月球开展探测，所花的钱相当于北京市修2公里地铁的经费。现在已经全世界进入了第二次探月高潮，我们中国从技术从科学上是毫无疑问是一个航天的大国。今年我们要着陆在月球上采样返回，明年2020年我们中国完全有能力也去火星了，紧接着我们中国还要飞得更远。
月球上有一种资源，是我们人类未来终极的能源的原料。我们中国嫦娥一号上去了，测出来了，有120万吨。假如这种能源能够加以突破，至少可以解决全人类10000年以上的能源。我们做出来了，真的向全世界发布，这个资源是全人类的，我们要为人类做贡献。国家的需要培养了我们这一代人成长起来，对于我们搞科学研究工作的人来说，我们还有更浩渺的宇宙啊，我们要一步一步去征服啊，这是我们中国200年的梦想，也是我们全国的梦想。我认为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，你永远是感到目标明确，奋斗有力。实际上我也把自己的一生，自己的全部梦想寄托在巨大的宏伟的这梦想里面，所以我现在也紧接着干，幸好身体还好，还可以对付，我还会继续努力下去。